哇哦，德云红事会馆，好漂亮啊！那我们快进去吧。跟刘老根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啊，大北京风格哈。上微博搜索欢乐喜剧人，为您最爱的欢乐园打 call， 注意他获得特殊荣誉称号。哎，老秦不在啊？哎，老秦呢？啊，老秦呢？老秦也许在里面欢迎。对，他应该在里面吧？这是他家呀。这是他们家。喂，喂，喂，这谁呀？我来了，浩哥，我来了。以后你就说是我徒弟啊。好，谢师傅。好了好了，谢师傅。这杯茶还给你啊，一杯流水喝，一杯有饭吃啊。好，谢师傅。嗯，今天他是我徒弟了啊。我身为德云社的弟子，希望能正式的做一次相声的体验。欧弟，你怎么现在才来啊？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个配合这个隔离检疫啊，这都是为了大家安全着想。欢迎你加入。我来了，妥了，妥了，好不好？妥了啊，妥了。自己地方，好不好？你带路啊，你带路。这个呢，我一来呢，大家就安全了，就好像我们的冠名商杜小满金融一样，安全又可靠，值得信赖哦。哦。他第一天来可兴奋了，你看我们一个个都我好兴奋啊！欧弟哥也是自己家，对呀、啊，哎，对，真的真的，来，我带你们逛逛。我跟你说，这是我们家树，这是我们家那个石头。知道你是龙字科大师哥、啊，对对对，没有很多观众不知道啊，这是院子啊。哎，这好漂亮！谢谢谢谢谢谢谢。你咋是这里呢？哇！我没有来过这间、啊、好了，这个座位我们懂的呀，就是长幼有序嘛，啊，按年龄坐呗，这样也不出错。咱是那啥，咱是这边队长吧，队长坐前面吧，你是队长，快快快，厉害了，厉害了，负责任的，快从后面马上往前走了。对，那这我们就坐下了。我们可以坐下吗？我站一会儿，我腰不好，站一会儿吧。对，我们站一会儿吧。啊，对呀、啊，长辈还没来，我们是不能先入席的啊。我没入席，他长辈快来的时候，你就这样站起来不就行了？那先跪，站一会儿吧。哇！哇辛苦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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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辛苦，各位老师辛苦了，各位先生，各位师哥，各位师哥好，各位师哥好。各位师哥去吧，对对对，你去吧，你去吧。你应该站在我们这边，应该。这是我们师兄弟，叫现在叫什么？哎，龙基。什么龙？什么？龙基，龙基，基隆的那个龙基，就叫欧弟吧，以后。哎，行行行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的师哥啊，叫孔云龙。今年特别红啊！对对对，看到了啊！哎，看了，半马褂都看了啊！这是你叫什么？哎，曹鹤阳烧饼的搭档。哇，熟人熟人熟人！我们家唯一一个 idol 就是我的搭档啊！行了行了，闭嘴！哎，这位叫朱鹤松啊，这个有一个绰号叫捧哏巨匠。哇，当今捧哏最厉害的一位，我特别佩服的一位捧哏巨匠。这是他的搭档，叫靳鹤兰。哎，你好，你好，靳鹤兰。天津人啊，没有什么特点。那位叫关九海，非常粉嫩啊，非常粉嫩啊。今天的眉毛不知道为什么纹成那样啊。那位是我徒弟，叫尚小菊，有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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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这个互相就算认识了。哇！辛苦辛苦辛苦，郭老师。哇塞！哦，各位好。我是不是来太强了？我正好没词儿了。真的呀？坐吧，各位，来，快坐。刚做完自我介绍。都认识了吗？都认识，都认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安排孙老师在我身边。他们说暖和，这两天冷啊。孙老师跟两边都很熟。熟啊，德云社大家也都熟，是一个小小的民间相声团体啊。那个凭手艺吃饭，凭能力养家糊口。这个其实今天来我们是有目的的啊，希望你们大家找到志同道合、默契相合的搭档，要进行说学逗唱的比拼。高兴了，通过这个呢，了解各位的基础水准。经历完两站的学习和比拼之后，第四期的德云社舞台竞演最后一名将成为淘汰的待定选手。会淘汰？会。我已经陷入思考贤者模式，我手上出冷汗了已经。话都说完了啊，
听明白了吧？明白。不管你紧张也罢啊，不紧张也罢，反正到这会儿了，说别的都没用了啊。拿出最好的精神状态来，希望你们都有好成绩，好吗？好，来，我们出发喽！啊，又开始比起来了，大清早的。是啊，说比就比起来了啊！天哪，大清早的。嗯，大清早就淘汰，真是清爽。上一次在刘老根大舞台已经够难了，这次在德云社估计更难。相声的话就不像小品那样还有剧情，它是光在靠说，而且相声感觉规矩也很多，所以觉得压力很大。来，进来进来，各位，这边有两排椅子，来吧。好，欢迎各位啊！这个你们待的这个就是咱们比赛的场地了啊。今天比赛呢，我们需要有一个裁判长啊，那就是孙越老师，把比赛的规则跟大家宣读一下。好，比赛规则：欢乐人队对战德云队，展开比拼，考核相声基本功，在此过程中彼此熟悉，以寻觅到心仪搭档。希望你们大家找到志同道合、默契相合的搭档。那个一会儿你们开始比赛呢，我就不在跟前看着你。我怕你们紧张啊，我躲一旮旯偷偷摸摸的看你们，好不好？行吧，祝你们好运，好好比，好吗？哎，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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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坐快坐快坐，好好休息，快坐快坐快坐。哎哎，哟，行了，下课了下课了。哎，是不是走了？走了，走了。对对对，你刚入门就这样啊？好了，咱们说第一个游戏啊，断字接龙。一个好的相声演员，嘴皮子一定要利索。检验嘴皮子最利索的方法就是绕口令。那我们这普通人跟说相声的比，说绕口令啊？啊，不着急，他们不一定对啊。每队要派出两个人，你们现在选择派谁？我们队，小朱和我老晋，好，好吧，好，好，好，我们队喜剧人队派谁？我和一头，大大和一头，哎，我吧，来，正式开始了，好，正式开始，啊，一把过来，没事，一把过来，来，来，来吧。你们，哎呦，你们这也太熟了。你来个黑色的，好，我来红色的，好，三，二。一开始，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这五金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哑巴不好厉害啊！愿意拿喇叭换喇嘛蹲，塔嘛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好，好，压力好大。德云队用时60秒98。哟，喜剧人队派谁？我和一头，大大和一头。相声的工作跟我们做主持人还有一些比较相通的地方，很想给自己的队伍加一分。来，这个我们你俩上吧，你俩上，加油啊！张老师、李老师，加油哈，加油！来，第二轮的三、二、一。开始，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这五金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喇叭非要换别喇叭，哑巴的喇叭。我没有想到这些欢乐人，就是他们的嘴皮子还那么利索啊！喇嘛顿塔嘛，哑巴滴滴滴滴答，搭吹喇叭。有有有有，喜剧人队六十。38秒1。哇哇，好，再派出两个人，谁？你俩啊？你俩去啊，那你俩去呗。阿伟、欧弟，欧弟，哎，欧弟上有机会赢了，加油啊，阿伟、欧弟！我一定不会，我一定不会丢德云社的脸的。哎，你不是喜剧人队吗？来，正式开始了，好。张月林，张月征。姐妹二人去逛灯有大姐名叫粉红女二姐名叫女粉红粉红女生叫穿衣穿衣见粉红袄女，哎不你哎粉女粉
红参，推杯换，那怎么念？斩斩斩斩影幽灵，粉红买了一条线，粉红粉红女是反风风红红红红红，哎，粉对他来说最难，熬粉。我们念到最后感觉像法语了，丰收丰收粉红粉红粉红，中国字都没认全的还法语了。亲爱的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看这段的时候尽量要在网络上看，尽量要倍速，两倍速会更好看。2分53秒。德云队，德云队是谁？德云队咱们队谁上？那就你俩谁上，直接就来。大德云不能丢人的啊。预备三二一，开始。正月里，正月正，姐妹二人去过灯，大姐名叫粉红，女二姐名你叫你粉红，粉红女身穿衣，红身穿衣。见熬粉，我有点闪光，我这边没得打。三哥，你是黑的，为什么都打我？你们俩为什么都打我？他都没错，因为我是没错呀。不要耽误时间了，重来，重来，重来 ！No！ 重来，重来！三哥，我来！刚才不算好不好？还在计时。那我们已经输了。不，我们有三分钟时间。对，从头来，从头计时好不好？继续快。粉红女穿衣见粉，两倍速会更好看。一粉红喝，喝粉红女喝粉红酒，粉红女喝。字幕打 1,000 years later。逢反逢逢好粉红二。我再来一遍。2:57。我们赢了，呵，这都能赢，真是没想到。No, 大德云不能丢人的啊！其实我们一直在这儿，刚才都是表演，我们包括换人呀、啊，包括说我们从头来，是因为这都是我们的表演，我们都准备好了。因为我有散光啊。对呀、啊，三哥这会儿没有用，没有用。家人欢乐人莫善。耶。很开心，很意外，很激动，很高兴，他真的就是利用了对手的失误才能获胜。回来吧，哎，也没人拦你，丢不丢人？第二趴不是学了。啊，是啥？我怎么觉得又要输啊？第二趴是唱，来呀、啊，谁怕谁？呵，唱。不论相声领域的唱和其他形式的学唱，拥有好的音准是非常必要的，尤其在演出现场嘈杂的环境里，不被带偏带跑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下面要挑战关于魔音绕耳。魔音绕耳，考察是在受干扰的情况下是否能保持音准。两队队员交替上前清唱，可以使柳活，也可以使流行歌曲。1分钟之内坚持不跑调，视为有效时长。一旦跑调，我们会终止计时。各队的所有选手不跑调的时长累计相加，时间更长的一组获胜。孙老师，这要张嘴第一句就跑调了，就一秒。你自己唱的歌跑不怕，戴上耳包子以后你就接着跑。耳包子，戴耳包子，耳包子，耳包子，这是东北话吗？哎，你一个老北京怎么说东北话？对，东北话。戴上耳机啊，耳机子，包子还弄俩粘豆包子呢。这我能唱这耳机里的歌吗？啊，不能。哦，不行。葫芦娃，葫芦娃，一根藤上七朵瓜，啦啦啦啦。难唱这个。葫芦娃，这个难唱。真的吗？当啦当啦当啦，多难唱。虫儿飞，不行吗？
这不是这跑不跑调怎么算外边能听见？外边能听见，你听不到，你因为你带着那个耳麦呢嘛。自己不知道自己丢人。对，就越熟的歌曲，你可能会跑得更厉害。但只要心静下来，不受这外界干扰，就没有事。Round one， 来，两队谁派第一轮？第一个，喜军得派谁？队长，队长，李雪琴。啥都可以，还有一首年度巨制歌曲要献给你们，仔细听，一定是唱啊，一定是唱出来的。有一首非常著名的儿童歌曲，预备，开始。那不行，你一放这个我就找不着调了。你这耳机再放，我就找着了。祝你生日快乐。可以可以，就是唱完一遍再来一遍。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他进去了，他进去那个世界了。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这两遍一样，变错了，没有上下句。祝你生日，我的天哪，这是我听过最多次的一生日快乐。祝你生日，这个生日不过瘾吧？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好像那个电动那个蜡烛，对，好可怕。没电了，前两句都是一样的，那个莲花，莲花。世琴到底有没有挑战成功？三二一。他是多少秒错的？16秒。来，16秒之后的16秒。我们听一下。好，我们来声音。还要听啊？不，让雪琴听一下。哦，知道错哪儿。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发现这还是这个传统，这有拍子。对，因为有拍子的这个必须要好，有节奏。哎，那我还真是来一个竹板书。对，可以。对，你因为你心里面你有板。对，我们队有没有挑战的？老朱，小朱，老朱。老朱，你要唱什么？我要唱快板吧。啊，你要唱快板是吧？那我来一个竹本书，这我肯定可以忘不了。这我可绝对不能忘这个。山前没路，山后狼，厉害了。狼路结拜在山岗，狼有难来。这个路大就哦，路有难来，这狼躲恶藏。这句就跑。建设乌鸦，我觉得不用戴耳机了。这个腾空气，没事，戴上就正了。箭头落着在这狼身上，哎，还真正了。陆续寻找这个灵芝草，哦，找回来草药，它治狼伤。完了，好了，狼养三天。他把病治好，回头就把这个虎来伤。君子好比这个梅花鹿，小人就是这个白眼儿郎。劝君交友，他拍下就这么唱，是吗？他拍啥？对，他剧啥就这么唱。无意的狼，哎，好，行了。岳哥，我说一句，我搭档本身就这样，非常好，没跑。对，嗯，没有跑。你的瞳孔为什么在动啊？他的声音实在是太大了，他声音太大了。你怎么回去了呢？啊？德云队到底有没有挑战成功的？揭晓。哦。哎呦，我这个烟都比他们足。不止十五秒，来来来，来在之前就跑了，那该他们队了。完了，输了，不可能，我一定要挑战成功。Round two，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身上撒个娇，哎呦喵喵喵喵喵。我让你喵喵喵，来。我们一起撒个，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听好一点，在你身上撒个娇，我们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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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身上撒个娇，在你身上撒个娇啊！太可怕了，不行。几秒？可以可以，九秒了。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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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我试试歌，我唱五环。来来来，啊，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啊，那怎么这么厉害？你比六环少一环，哇，虽然有一天你会变成七环，变成七环怎么办？你比五环多两环啊！可以可以可以，伤害性不大。游戏坚持时长五六秒。队长，待会我去了啊！你去，你去、啊，死了都要爱啊！可以，好不好，可以，行吗？嗯。欧弟，是展现气数的时候了。你的气数快没了，你的气数已经尽了。不会丢你们的脸，来来来。啊，带这首特别适合祝福的，死了都要爱。啊，信是吧？对。死了都要爱，不淋漓尽致不痛快。宇宙毁灭，心还在。他会把自己累死。每天，哎呦，真聪明哎！一学猫叫，一起喵喵。好了，不行，搞错了，再来。不理会别人是看猫或看猫叫，一起喵喵。不行，我不行。我不行，盈盈满座，替替他，偶尔托腮，七窑生红娘，你快过来，你姑娘有见。哎，唱戏曲啊，真的有力。这个不明的事，唐宋相隔，有这二百载，何人编出这部戏相来？红娘闻听，抿着嘴的笑。姑娘明白这个，我明白。成功了吗？坚持了一分钟吗？挑战成功。他们在戴耳机盖上的情况下，还是能把这个柳活，就这么完美的呈现，我觉得真的是基本功扎实，输得心服口服。唱太好了。我可喜欢听那个就这种柳活了，能不能有机会学点柳活，就这种感觉。完了，咱们选择自己的搭档。完了，老朱第一个来。那我就有一个优先选择的权利了。是，这有一个绰号叫捧哏巨匠，我特别佩服的一位捧哏巨匠。上来就都说他是捧哏巨匠，我觉得这个一定特别的厉害，积极地伸出了我的小手。咱们俩离得可近啊啊啊！我选熊梓淇老师。好，他把最好看的选走了啊！牵手成功，牵手成功。帅，因为别人没有他帅。小四，行，该我了是吧？该我了。其实我早就已经想好了。我对曹鹤阳老师印象比较深刻，因为我觉得他戴眼镜特别像那种中世纪的时候留洋回来的先生。我分析一下我的思维啊，如果选阿伟呢，嫌我瘦；哥，咱们俩离得可近。这选一彤呢，显得我胖。没有啊，还嫌你丑呢。因为我是鹤子哥，现在排名我是第一，欧弟是龙字的老大。你要这么说，我们俩其实最合适，行吗？同意吗？哎呀，当然好了，对呀，谢谢谢谢。其实孙老师，我本来一上来我是想
选选欧迪老师的。嗯，不是，我这个是，不是，别得罪，这是我兄弟，我这确实有冠冕堂皇的，不是有那个特别好的理由，我们俩。对呀、啊，所以说。不要因为我争吵，真的，我都可以，我都可以。你想多了，想多了，坐下吧。所以我要选一个这里面最年轻漂亮的。对，我竟是奥迪老师的替身。我觉得比较搭配的，青春有活力。是不管谁选我，人家就是肯定是觉得我能跟人家演好，就是人家选我就选，我就选他就好了。我选范甜甜老师吧，来吧，范甜甜。我要跟阿伟老师一块儿喝。大大老师。来，选手成功。好，同学们，咱们这个组合已经搭配成功，下午大家自己抓紧时间去排练，晚上比赛了。今天晚上就比赛啊？加油！啊，今天晚上？对呀、啊，疯了！你们今天晚上上台，疯了！今天晚上就得演，才知道吧？可怕不可怕？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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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点掌声，因为演员一旦听到掌声呢，就会放松。掌声是最强的兴奋剂。哎，天哪！我现在内心崩溃。本来不是就掐掉吗？太可怕了！欢乐喜剧人的背后就是酷刑。其他单薄的语言不足以形容欢乐喜剧人背后的恐怖。说一会儿给他们分一下大褂。啊啊啊啊！嗯，请进。来来了，阿四师傅，龙字大儿来了。这不是汉生吗？是，太棒了啊！龙基，你老得上咱家来啊。对，弄一什么活啊？我练了这个正反话。反正话，反正话，反正话。行了，行了，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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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完蛋了！岳云鹏给他挑个大褂。哦，发衣服是吧？说相声得穿一大褂，这就跟唱戏似的。你说你站在街边上自个儿扯脖子唱一段，跟你到后台给你画好了、穿好了，那感觉不一样。我们德云社穿大褂还是挺讲究的。来，粉色的，哇！喜欢这个颜色吗？喜欢。绑了啊！对，粉红粉红的。那我回去准备了，师傅。一会儿见啊！拜拜，师傅。拜拜。请进，师傅。哎，来，酒海。岳哥辛苦，老师辛苦。来，来，快来，一同坐那儿。酒海，你坐那儿。诚惶诚恐啊！现在。别客气，别客气。你是捧哏还是逗哏？逗的。哎，漂亮。好得很。嗯，好看。这孙哥像的。怎么样？词儿对的怎么样了？陷入了短暂的情绪崩溃之中。为什么哭？想家了吗？没有，来人给他买票，送他回家。哎呦，还有这种好事！应该高兴，高兴，高兴，太高兴了，喜极而泣。你为什么哭呢，妹子？就特别害怕。是冷吗？也不是特别，就是为自己的前途担忧。有一点。说哭就哭，我的天爷！你可以正常跟我交流，不要担心，谢老师。我们正常不管用，我得你正常来。我也可以很正常，除了流眼泪外，各方面很正常的。说哭就哭啊、对，这不要命了吗？最晚回西安的车有几点呢？还是送他回家，他想家了，孩子。啊，没事没事，当然得慢慢来啊，别着急，别紧张啊。这个好相声得配上好服装啊。对对对，好，来给他挑个大褂。哎，太吉利了，谢谢谢谢，大吉大利，谢谢谢谢，大吉大利，绿的挺好。这回生活过得去了，你看马上脸上充满了笑容。那就先不回西安了是吧？先不回了，录完这一期连夜回去。哦，很尊敬。那个台上放松，对，不要紧张，谢谢。去，对对，快去，快去，快去。好，好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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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致，雅致，哎哎，好好好，哎。子琪，来，兄弟，红色的，哎，太好了，喜欢这个，这好吧，红红火火。谢谢郭老师。真是。这麻袋。这个你走的时候不想着把料子先给我们留下啊？好。这个
色儿好看，这个色儿显得我特别有文化。有这件大褂，说明你大红大紫了。哇塞，谢谢郭老师，谢谢，努力吧，加油啊！哇，拿到大褂了，酷！我们这边给来一个前后顺序，对，您给排一个顺序。嗯，你看这里边谁像个底？长期攒底的，我觉得是他。找一个开场的吧。找一个开场的。这开场。找这个来吧，好吧。接下来我们就期待着晚上这个表演了吧？对啊，其实我也挺爱看。你看，真的，专业说相声我不爱看，就爱看这外行跟着起哄，太开心了，耶！上微博进入节目话题页，选择你最喜欢的欢乐名场面，帮他解锁片尾彩蛋时间。这辈子第一次穿大褂，觉得很神圣，很有仪式感。这个衣服比较复古，又很长，又很简洁，很有气场。穿上这个大褂之后。有使命感油然而生。相声可不是随随便便谁就能上台的，我们这样的行外人冒冒失失的就敢往台上站，只能凭着一股猛劲。我能上这个舞台，我已经能对得起我自己了。我把我自己放到了一个最艰难的部分，想要看看我能拿到多少分。谢谢啊，岳云鹏啊，哎，这个掌声是欢迎你还是欢迎我呀？哎，欢迎您的，不能，欢迎您的，欢迎您的，也会有人欢迎你的啊。你看，再拍就是给你拍的了啊。做人要有主见，不能我说什么你们就听什么啊。心情怎么样？心情，我替他们紧张。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有一些是没有说过相声的。这个不要紧的，谁都是从陌生走向更陌生啊。嗨，你还记得你第一次上台演出的时候吗？哎呦喂，我15分钟的段子3分钟我就下来了。岳云鹏来德云社呀好多年了，然后终于轮到他演出了，给了他一个作品，大概能在台上最少演15分钟。对，然后他3分钟就把他解决了啊。我们也对得起他啊，也怕孩子以后还紧张，就让他恢复原来的工作，扫地搬桌子啊，做饭干活啊，当然这个过程很短暂。不，10年后他又开始又扫了1-2年吧，我几乎那会儿给我师傅烦坏了，经常找我师傅，师傅我什么时候上台，我师傅在挺好。这个过程叫沉淀啊，所以现在你们看岳云鹏沉甸甸的啊。好开心啊，好开心。今天你是这个舞台上的主持人呐？算是。好极了，你是主持人，那我干嘛呢？您呐，您就是休息。太棒了，有一个座位。我都熬到今天了啊。早就熬到了。好，我坐在那儿跟你们大伙儿一块儿看演出，希望今天的节目特别精彩，好不好？好，谢谢。来，师傅坐旁边看，不要管师傅他那个位置，你就不要往那儿看，不要往师傅那位置看，你忘记他坐在那儿，你只要面对观众展现好自己就行了。谢谢，我师傅已经落座了。这个舞台最起码接下来的几分钟属于我个人啊。跟大家聊点什么呢？其实欢乐喜剧人这个节目我曾经拿过第2季的冠军。不用鼓掌，不用鼓掌啊！不值得什么骄傲的事情啊！我从小到大就拿过这么一个奖杯啊！我上学的时候都没有拿过什么奖状啊、奖杯啊。我一直说了相声之后，我一直想做影帝，做着做着发现，不可能。没关系，我们都是需要时间去历练啊。这个舞台呢，今天属于更多的这个欢乐人，这一季叫欢乐人。在请欢乐人之前，我们要先请一个说相声的桌子，因为说相声我们习惯性的旁这儿有一个桌子
啊，逗哏的站在桌子外头，捧哏的站在桌子里头啊。我的捧哏呢，需要把这个肚子放桌子上再捧哏啊，这样他会舒服一些。我们先请桌子吧，好吗？哎，来了。好，每个演员上台啊，需要把这个话筒调到一个自己舒服的位置。这个位置对我来说比较舒服，当然这个话筒有和没有是一样的，只是我们习惯了有一个话筒啊。我平时呢很少，基本上没有一个人说相声的时候，都是两个人。那么那个人是谁呢？就是孙越孙老师，掌声有请。您辛苦了。真吓人！这是我的搭档，是，《欢乐喜剧人》第二季的冠军。没，是您。冠军的随从。谢谢。我跟孙老师今年呢，2021年算是差不多快12年了。差不多。对吧？对，快12年的搭档时间，我师父跟于老师是20年，对吧？我们两个12年了，人生有几个12年啊，各位？啊？你我不知道啊。你有几个？反正好几个本命年的。12年，生肖来说是一个轮回。是是是，对吧？孙老师今年多大岁数？我今年问这个吧，45了吧？没，比你师傅小点啊。比我师傅小点？对对对。那我师傅有多大？你知道吗？你敢说吗？我说73年呢，怎么不敢说呀、啊？我就小一点，小一点，一点是多少？就是6岁。啊，79年属羊的，孙老师属羊的，对，41岁了。哎呀，岁数也不小了，是是是，对不对？当然经历的舞台有很多了，对不对？也演了不少，大大小小的舞台，包括春晚也上过吧？是是是，真棒，真棒，就跟不是他似的。就变相在夸自己，真棒，特别好。经历过很多的舞台，也见过很多这个观众，对不对？大场面人都见过。我记得在我印象当中，我们演过最大的一个舞台啊。您说，我不知道我师父演过多么大的舞台。那也是跟着你师父演的啊。我个人演过最大的舞台是在上海，1万多人，差不多18000了那场演出。哦啊，对对对，有对不对？叫做师徒父子。有你师父啊，那场演出我觉得人特别的多，人山人海，人山人海。这些年大家都喜欢听相声了，这观众越来越多。嗯，原来那的碗我们演的时候啊，哪的碗？有那碗，那碗，哪碗？就是以前没有那么多观众。哦，最早啊，最早哦，好家伙，2003、2004年的时候我经历过北京华生天桥。哦，那老地方呢？人特别少，嗯，差不多一般都是10来个观众。嚯，这么惨？嗯，有的朋友说10来个观众，你们演不演啊？演吗？我们也得演。照常。那当然了，观众是买票来的，满心欢喜看我们来，我们把好节目奉献给大家，得对得起人家，对不对？嗯、有的朋友说，那5个人演不演呢？演吗？也得演。我还演。观众是买票来的，满心欢喜看我们来，把好节目奉献给大家。好，对不对？有的朋友说，2个观众你演不演？演吗？也得演。一样演。观众买票来的，满心欢喜看我们来，把好节目奉献给大家。你看越来越少。对了，有的朋友说，1个观众你们演不演啊？那我们也得演呀。我们就不演了。你怎么到一个不演了呢？一个观众没法演呢。怎么没法演呢？台底下一个观众，好比说咱俩上台、嗯、啊，咱俩这场啊，精神小伙走上台啊，一鞠躬、嗯、啊，今天给大家说段相声。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一个观众能有什么要求？这位观众说了，嗯，二位先别说了啊，咱仨斗地主吧。那行，这叫什么要求？您说斗还是不斗？这我觉得不能斗。为什么不能斗？不能斗，你万一输了呢？说的有道理，本身就不挣钱，还搭钱呀？这位观众万一拿一好牌，2王4个2，再给我们炸懵了，怎么办？对不对？咱俩也太笨了，是不是？是是是，这是合理的要求。哦，这算合理了。那当然了。还有不合理的？啊，有的朋友说了，这位观众站起来，嗯，二位先别说了。怎么呢？我上个厕所。上。让不让人家去？去呗，人有三急，去。人有三急很正常的事儿、啊，对吧？这位观众站起来，啪一个暂停，咱俩这哪有暂停啊？这玩意儿，
好比是暂停啊，让咱俩打住，咱俩打住，嗯、等人家回来，咱接着说，不挺好吗？也没关系，是，万一人家又说了，又说什么呀？二位先别说了，嗯，那个我想上个厕所 啊，我不想耽误你们的节奏，二位能跟着我去吗？哦，陪着去厕所啊？那，那去呗，有这要求。咱俩在厕所外头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在那说，嗯，人家里边是乐是不乐呀？不能乐，一乐万一掉坑里了呢。就观众掉坑里，谁去捞呢？谁受谁去啊？凭什么我去？得您去呀、啊。我凭什么我去？你掉不下去啊。废话，那我卡着多难受呢你。什么包袱？你这那挺过瘾。行了啊，本身就给我们俩时间就不多，我们上来啊，只是给大家暖一个场，为的是让后边的观众呢，后边的朋友呢，后边观众呢啊，您呀是不务正业太久了，为的是让后边的朋友呢更加的放松一些，嗯，看完更紧张了，越看越紧张。接下来这段时间，我再请上来一位跟孙老师搭档。给大家奉献一段小小的相声，有请这位来自宇宙尽头的李雪琴。哎，你这说的好好的，说换人换人了，估计云鹏又应别的活了，要单飞着呢。大家好，我是李雪琴。这也挺好，我觉得。我岳哥咋的了？他呀。甭理他，不务正业，早就不想跟他说相声了。咋的呢？主要形象不好。具体哪儿不好呢？具体就是这个脸大、腰粗，还有小肚子。你是不是针对我？我不是针对你啊，就是这个意思是，就是你学历比他高。但是学历高现在不算事儿，你知道吧？那什么算事儿呢？玩意儿就你现场随便问一个，他学历都低不了。随便问就低不了啊？来，就脑袋挺亮的大哥。嚯，这晃眼还。你哪儿毕业的？咱俩是校友，我也是北大毕业的。另外呢，我还是山东省的高考状元啊。你看看，哟，遍地是北大现在。这个，我本科是北大，但是我硕士就去了清华，还不太一样。哎呀，我有点凡尔赛了。你显来了是吧？要不你上这儿来来。我有自己的工作，我是高途课堂的数学老师。哎呀，高途课堂啊，高途课堂我知道，朋友们，高途课堂呢有很多高考状元当老师啊，都是清北毕业的名师，然后教学资历呢大概也有个十几年的样子啊，非常好的一个课堂。看雪琴很了解，要不然。考虑一下转个行去我们那儿工作。不了，你那玩意儿太费头发了。我是不是碍你们俩事儿了啊？自然吗？那不什么自然。甭说这个啊，别说没用的，我正经问问你啊。哎，你第一次来到我们德云社的舞台有什么感想？我感想可深了。你怎么感想呢？你都不知道我来之前啊，我妈说，月琴把握住这次机会。哟，德云社全是男的，啊，单身居多啊。我一来，我看是挺有排面啊。嗯，一车男演员坐的满满当当的来接我呀。嚯，这么多人！对，我拉开车门一看，只有一个孙越老师。我一个人就满满当当了。所以我觉得吧，就是咱俩搞一个脱口秀组合，就会非常的重量级。您先等会儿，等会儿，脱口秀组合。嗯。你脱口秀有什么搭档啊？也在说相声，站相声舞台，咱俩搭档说相声，啊，别闹！我不会说相声，大家都看出来了，我就得整脱口秀。别，我这么跟你说啊，你那脱口秀跟相声一样，可拉倒吧，老大区别了。哪有区别？那是一模一样，脱口秀跟相声一样，通的。我来试一下啊，我来试一下，可以吧？你按你脱口秀来，你听是不是相声？行，啊，哎，这真是不服气，这人还。
您等会儿，你是不是拿我当立杆了？别动手动脚的，知道吗？站好了，这手扶着桌子，对，开始说。大家好，我是略琴。今天来到德云社啊，我非常的高兴。我认为呢，脱口秀和相声有非常大的区别。这个脱口秀啊，它起源于欧洲，但是相声呢，是我们国家的传统艺术。在脱口秀里啊，一个人说叫单口，两个人说叫对口。我们脱口秀呢，讲究的是说学逗唱。你看，这不还是相声吗？不是你，对不对？你给我整跑偏了，你给我整这两个玩了。我咋是整跑偏了？你把这撤走吧，你要不我就永远都说不了脱口秀。不是有这个你就说不了脱口秀？对，你把它撤走。我告诉你，撤走了你那也是相声，信吗？不可能，你把它撤走。我撤。好家伙，我挪开，行了吗？挪开你那一样的相声，别不信啊！来，挪开了啊，行了吧？我也露出来了啊，来，一定是相声。大家好，我是略琴。哎，都认识。我觉得脱口秀和相声有非常大的区别。什么区别？相声是我们国家的传统艺术。那叫国粹。脱口秀起源于欧洲。那不该叫脱口秀。那叫啥？进口秀。没听说。你这不行，人家不是就是相声吗？说半天，这不还是说相声吗？不是，我发现了，就你站这捧哏，谁站这说话，他都是相声。不是，你等会儿，哦，我捧哏，谁说话都是相声。对，我告诉你，李月琴啊，不用说话，你唱歌他也是相声，信吗？你唱歌来。唱歌他也是相声，来啊，较劲吗？我要唱歌了，来，真行。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没看出来。本该灿烂过一生，我听着就累。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还单身呢？跟不上拍就别拍了啊。还在人海里浮沉。哇，小肚子用上了。不是你这不对。我哪儿不对了？我你不你搁这搅和。你说我唱歌也不行，说脱口秀也不行，你别搁这搅和我了，行不行？你什么意思？我从这躲开。对对对，就是我好不容易来德云社了，你让我站这说一会儿脱口秀，完你就消失在我的视线里，你觉得怎么样这个事儿？我这么大会儿我怎么消失？你说这么着，哎，我躲开你。嗯，我藏桌子这行吗？行。你说你的。行。行吧。可以。我躲开行了。嗯。我也是拼了，我跟你说，哎，藏得住吗？这么大桌子呢？大家好，我是李雪琴。今天呢，来到德云社的舞台呢，非常的高兴，能跟孙越老师搭档呢，感到非常的荣幸。这个相声呢，叫说学逗唱，这个说呢，说点什么呢？你可以了，你起来吧。怎么了？怎么了？我怎么了？你别搁这搅和我了，行不行？我求求你了，你蹲那儿，你也不耽误你搅和。谁搅和了？什么搅？这不就是相声吗？双簧，怎么双簧？这是我愿意演的吗？你就搁那块儿叭叭叭叭，就你张嘴。谁叭叭叭？你这半天说的不都是相声吗？去你的吧！哎，这句也是相声。你看看孙老师，就是他很稳，一定要让观众听得清，听得明白。来吧，小月。来来来，来，你们又叫回来了。我们仨给大家报个幕啊，报幕用了那么多人吗？屏幕装不下你。我最近胖了，我承认。我们该请下一队演员了，马上到我们了，太好了。老师，我的牙齿在打颤。欧弟，曹鹤阳。不小心，不小心，这会儿。各位，先走了啊。没事。进了这个门，就要开始了啊。哎呀，紧张呀。
这种紧张也是一种享受。对，现在这几个人呢、啊、里面最该紧张的是我，因为我什么都没学过。哦，我理解你的意思，就是然后我还是德云社的人。对，你本身是有门户的人。就是德云社是会开除的吗？就是表现业务能力表现不好的是会啊会啊。也就是说我今天要是表现不好，我有可能同时被淘汰啊，然后还被开除啊。Double shock， 这下来真的了。就是这一下来真的了，这一下真的是相声。好，是这意思是吧？因为以往不管什么工作，我几乎都可以用幽默啊、搞笑去躲，但相声没有办法用这个方式。我抽筋，我这一会儿师傅坐你那边，让他更紧张。哎呦喂、啊！不能失败，万一的话就真的丢大脸了。谢谢大家的掌声鼓励，各位亲爱的乡亲父老们，哎，我是欧弟，哎，鼓掌。现在是德云社龙字科的 number one， 还 number one， 你就说你是大师哥不就得了吗？是的啊，现在为您介绍，今天非常荣幸请到我最爱的师哥哦，我跟他呢这次合作非常的开心。您等会儿、啊、介绍啊。哦，介绍啊，得介绍。哦，是。哎，对，来。抱歉。哎，欢迎我的师哥。哎，您贵姓？咱们俩聊了一天了，不知道姓什么是吗？姓曹啊。哦、是。曹先生，曹先生像话吗？这尊称。全名曹鹤阳。啊，是，啊，就是这样了啊。可是你不说，我用不着你了，各位。在下德云社相声演员曹鹤阳，谢谢大家。谢谢。来到这儿演出呢，我心情非常的高兴。师哥。我也非常的激动。师哥。你等会儿。师哥。非常的激动啊。不是师哥。干嘛？我才激动啊。你怎么激动啊？我紧张啊。看出你紧张来了。真的。为什么紧张？我四年没见师傅了。四年没见了，对啊，那紧张是应该的。但是呢，我又开心。你为什么又开心呢？他人家还健在呢。这不能瞎说是吧？但你刚才跟谁打招呼？哦，对，有摸到。哎，能不？别，是跑着呢。是，四年没见。我看你有点抖了，我感觉。这样，好好。哎，给我个机会。好，我负责主说，你负责配合。哎呦，好不好？是这样吗？让你先舒缓一下情绪，这怎么样？好呀，可以吗？好，这个四年，没跟师傅见面了。对，这四年你的业务基本功有没有落下？天天都在练，这么刻苦。是，都练什么了？带孩子呢。领导，带孩子像话吗？带孩子不是咱们的基本功啊。那带孩子也是一种功夫啊。我的意思是跟相声沾边的。哦，有。有吗？每天都在练。练什么？快板。师弟，你应该练练嘴了。快板儿，再给我一次啊！好，快板儿。哎，这回很不错，对，真是难为他。他舌头不是硬，说话就犟，对，就犟犟。真的快板吗？真的快板。哎，能不能现场给我们大伙儿展示展示？咱鼓掌欢迎欢迎，行吗？来，好。哎，你掏什么呢？哎，我还真掏出来了。这快板就这么拿着，很帅，你不觉得吗？啊，你这个造型绝对像曲艺界的金刚狼啊！你是啊，别比划了，哎呀，就这还演呢？快板是这么拿的吗？哎呦，我都替你紧张，你这。要不我帮你一把吧？不用，就这样了。哎，别说这个造型还是很好的，开始。
哎，师兄，你是要下辣的那锅还是不辣的那锅啊？我吃辣啊，啊，吃辣啊。吃什么辣？你这是下虾滑呢吗？这是虾滑了。哎，对呀、啊，拿快板下下，这叫什么玩意儿？这是就练到这样了，对，没有别，就练成这样了。对，就练成这样。怎么是刚才掏的时候裤子掉了？是怎么着？对，好像掉到那个膝盖那个地方了。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不怎么办，不怎么办，继续演。好嘞，那除了快板，你还练过什么了？哎呀，练的多了。还有什么？我来个反正话，给我们展示展示，好吗？这个我们在大街上巧遇了啊，巧遇，问候。哦，两个人街上偶遇，然后两个人打一个招呼。是的，可以有场景就好办。您翻译的真好。那当然了，我比你普通话标准一些啊。但是你有口音，我觉得。我还有口音？对啊。那你这是什么呀？我这算方言吧。谁也别说谁。好，来开始。先别笑，我会分心啊。人家听相声凭什么不能笑人家？对呀，对呀。我笑吧。反正话，好，开始。街上偶遇啊，偶遇偶遇啊，这脸变太快，来了啊，偶遇啊，好，偶遇，好。你去哪啊？咱们得上街偶遇吗？咱不是？哦哦哦，啊、好，来啊，来好。等会儿吧，兄弟，怎么回事？这是什么毛病？就那玩意儿嘛。哦，掉下去了。烦。行，这样你站这儿，我往外走，咱们俩偶遇，好不好？哎，这行吧？哎，我这师哥就贴心。行，好好好好，爱他啊，又帅。开始吗？可以了，开始好。哎，你看我就没有东西往下掉，你看，哎。好，开始，开始，接来啊。哎呀，你好，你好，哎呀，怎么样？哎，就这意思。您家都好吗？都好吗？您家？可以啊。哎，您爸爸好吗？你好爸爸。嘿，不是，我才明白你这给我下套呢，是不是？什么是套？不要跟我在这装无知好不好？这个啊，台上欺负人不行，你得有正经的才行。这个练了练了。对啊，练了一个特别传统的。什么呀？打的谜。哎，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呀，这是最开始接触的基础作品。别掏了，说来别，这个动作有点不雅啊。师哥啊，师傅在看我吗？好像是在看你。你先叫他看旁边行吗？哎，你这样，你站在我这儿，哎，我先替你挡一下，然后你开始掏，怎么样？好嘞。他跑得太下面了。到底是什么掉裤子里了？那板不是拿出来了吗？孙老师，那个麦哦，麦哦，麦盒掉。哎呀，到脚踝那去了，怎么办呢？这种情况。那就愣眼吧。好嘞，好嘞，来好。刚才说的什么？打的谜。哎，打的谜，相声演员都应该会。对，漫威英雄看了吗？我爱看漫威啊。哦。啊，英雄我都认识啊。哦，太好了啊！就来一个漫威英雄打的谜。你来一个，我们听一听。好嘞，在漫威英雄里面，嗯，哪一个人，嗯，最喜欢家里有客人呢？什么？最喜欢家里边有客人？家里来客人吗？我家大门常打开，客人常来嘛。哟，这我还真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绿巨人。为什么是绿巨人呢？因为绿巨人他好客。哦，好客呀。对，实在不怎么样。这我听着都没劲。再来一个。再来一个行吗？可以。哦，蜘蛛侠去救人的时候为什么要穿紧身衣呢？说答案。那是因为救人要紧。我算是看明白了，你四年没见师傅那是应该的。这你都练的是什么呀？这个？那你教我一些吗？哦，还得我教你？我随便说一个你都猜不上来？不可能，还不可能。凭我的聪明才智，随便来一个猜不上来，听着啊。好，滋啦。什么？滋啦。说中文。这不是中文，这是什么？滋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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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你裤子裂了是怎么着？你滋啦滋啦的。不是，为什么滋啦？猜不到，没有猜不到啊。对呀、啊，告诉你记住了。好，滋啦，我摊一鸡蛋。为什么摊鸡蛋叫滋啦呢？瞧这人理解能力真差。你想想，摊鸡蛋的时候这锅是凉的，哦，底下烧上火，上面一倒油，油一热一大鸡蛋，咔滋啦。哦，
这叫滋了。对嘛，那没猜出来。哎，再来一个，那你都不行。再来一个，还来？来，滋了，猜吧。又滋了。对，鸡蛋。不对，为什么不对啊？我摊鸭蛋。哇，你可以这样的啊？可以。好，那我知道了，再来一个。还来？然后来，滋了。又滋了。对，鸡蛋、鸭蛋。不对，不对，我这回摊一鹅蛋。哇，师哥你太坏了。嗯。还来，滋了，又滋了。对，鸡蛋、鸭蛋、鹅蛋、鳄鱼蛋啊、恐龙蛋啊、壁虎蛋，然后那个，反正这世界上什么蛋？哦，世界上所有蛋都说完了。对，不对，那是啥？告诉你，记住了，滋了，四年没见师傅，师傅把你从家谱上滋了，开除了。明白了。谢谢两位的半精彩表演啊！刚才一直在掏，是因为对，这麦是吧？你掏什么？你这麦掉下来了是吧？哎，对，就他那个，他一直在这呢。对，所以就对，没关系。刚才你在台上处理得很好，一直在问我师哥这种情况怎么办。师哥说那就接着演吧，舞台的节奏是不能乱的，对不对？处理得非常好。欧弟呢，是我师父前段时间收的龙字科的大师兄，欧阳龙基是吗？对，欧阳龙基。师哥，我觉得我这场表演完，龙字科后面没想进来了，大家。龙字科大师兄，首先要给我们打个样，想继续说相声吗？想。那你以后就是要经常的去练习。是。方言尽量要改一改。好的，没问题。你的方言确实耽误很多节奏。真的，真的。师父，您觉得欧弟的表现怎么样？这个我真是好几年没看见汉生了啊！撕拉一下，撕拉一下子把它撕掉了啊！这个其实特别认真啊，这个术业有专攻啊，得道有早晚。他是没怎么系统的接受过相声的培训和教育，想不想成为一个出色的相声艺人？想。哎，想吧。嗯。需要努力啊！需要努力。需要努力。好，二位下台休息一下，谢谢。欧阳龙基在这边给大家跪下了啊，不好意思啊，没表现好，真的。啊，你看我那个冷汗，哎呦！你想这个作品的创作，每个人都有优势跟强项，你把歌舞模仿全部都去掉了，今天只是单纯的在说一段相声，所以说你还可以，我觉得挺好的。普通话真的要练，普通话还会这两天再加强，我明后天希望可以比今天在台上更好。对，欧弟没让我失望，把我们俩排练的东西完全的展示了出来，而且台上这个话筒掉了这个小事故他完美的给化解了。下一组表演的是李艺彤和关九海带来的相声选段是唱八扇。你看有这么一个啊，咱们现在想一想，周瑜，水军都督，七岁学文，九岁习武。八扇屏是我们入门的一个贯口活。吴周瑜七岁学文，九岁习武，只长六什么来着？哎，好难背、啊。好难呀、啊。七岁学文，九岁习武。四岁让梨，懂得谦让之礼。谦逊之礼。一十二岁甘为宰相。我没有记忆力了，救命啊！如果我在背不过什么东西，像背不过台词，我就把它抄一遍。这就是上学的时候老师教你的方法吗？我跟你说，我把这个抄了，就把这个东西抄了七遍。我真的是抄，拿笔抄。他自己很要强。在处理一些问题上他很较真儿，如果你不较真儿的话，证明你对这个作品是不关心的。我就是如果底下没有观众我就能比较自信，但是底下有观众我就没有自信了。这个关口不提了，为什么？因为确实难，给你一天的时间让你达到周瑜七岁学文九岁，不可能。我是一个不轻言放弃的人，但是当我发现这个东西我确实做不到的时候，我就会放弃了。还是先保证前面的内容比较重要，我觉得。
闹事儿，别闹事儿。衣服又给跪了，又跪了。哎呀，你慢着点儿。感谢你们今天热情的掌声。先介绍一下，我叫李一桐。哎，介绍完我了，来介绍一下旁边这位老师。他叫 Real。今天呢，我们是要给他等会儿啊，慢点说，说清楚。紧张了。慢点说，他叫雷。不是，你先等会儿，你这么介绍我。这观众能记住我吗？就是要这么介绍，观众朋友才能记住您呢。是吗？您不信啊？啊，那我问一问，观众朋友们，他叫什么呀？喂，大点声。喂，买票了吗？你们写什么呢？就这么介绍是吧？啊，那行啊，就从报幕开始。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李一桐。哎，您那个姿势配上。哎，这边来一个。哎呀，别！怎么样？我就是开个玩笑。哦，你开玩笑呢？啊。哦，我乐了，嘿嘿，咯吱。他叫关九海。哎。现在捧哏演员这么火的呀？这一出场介绍完，是这样吗？人家是看见我是这样吗？我的粉丝看见我明明是这样啊，九海啊，九海，我嫁给你，这样啊？哇，这么热情？那是。这听完相声以后回家，一开家门，干嘛去了？听相声去了，嗓子都喊哑了，不至于，没那么夸张。对，今天跟关老师合作特别的开心啊，我也高兴了。我听说啊，您是盛世美颜关九海。哎，错，那叫德云花魁关九海。当然了，您名气再大，也比不过旁边这位。那是，这是我的得道恩师郭德纲先生。师傅。哎，您快起来！我起来，我还坐早了。我老感觉这场景似曾相识。就是学您呐，郭德纲老师。在国内那是家喻户晓。那必须的。在国外名气也大着呢。是吗？那 Small Black Fat 的名气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等，说什么 ？Small 什么意思啊？小啊 ，black 呢？黑 ，fat 吗？胖的，连起来，小黑胖。看见了吗，郭老师，这是他说的，可不是我说的啊。没有，师傅你太坏了。今天就是您的封箱演出了，我看。我发现了，你站过来，你就会那些个歪门邪道，正经传统的你是一点都不会。当年我们背贯口，一个小孩子一背好几年，这苦你吃得了吗？小孩子这有什么难的，我也能背。你能背小孩子？能啊。哟，你背我听听。听好了啊，小孩子子哎，回来，玩得开心吗？您还有高矮音呢。小孩子什么意思？就这仨字儿您一直背啊？大段的贯口，小孩子，周瑜七岁学文，九岁习武，13岁官拜水军都督，执掌6郡81州之兵权，吃苦肉馅连环计，东风借凋零，火烧战船，使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那周瑜也算小孩子当中之魁首。这是传统的根儿。现在谁爱听这个呀？那都是文言文，听不懂啊。那您呢？
就像郭老师那些微博、看上去特别高大上，文化人。那是啊，我估计他自己都看不懂。哇，您这话说的危险啊，我可救不了你了。哎，那你刚才说那段什么意思呀？听半天没听出来呀。嗯，周瑜呀、赤壁之战有名儿啊。反正就是带着一帮人把曹操给打了嘛。还说的跟俩小孩打架似的。小孩子，小孩子我能唱。哟，这听着新鲜呢。您能唱小孩子？对，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什么要求？您得给我伴舞。我给你伴舞啊？对。你怎么？观众朋友们，是不是这会儿嫌你们了是吧？刚才干嘛去了？你那么麻烦，还得我给你伴舞啊？对。行行，我给你伴舞，那您好好发挥。行，好吗？音乐起。好。音乐停，音乐停。哎，音乐都停了，你怎么没停啊？干嘛？我这正解大罐呢，干嘛呀？这大罐是能解的吗？不是，这太投入了，你就怎么了？我是让您好好跳舞，不是浪。您这事儿太多，那怎么着？好好跳。对，好好跳。行，肯定好，好好跳，好好跳。事儿太多，来，我认真点。认真的啊。那音乐再来一次。停！我想问您一下您家里没事吧？你这叫什么话呀？这叫我这不认真了吗？您得乐点儿。我还得乐点儿。对。事儿太多，乐点儿。这不行。那怎么着？再乐点儿。再乐点儿。对。哎，可以可以。就行了吧？再乐一点儿，还得再乐一点儿，再乐一点儿，太麻烦了。知道了啊，这行了吧？这个粉底都快掉了，还差一点点就到了，还差一点儿，就差一点儿了。那我再努把力。好，你看这个，我来不了了，我脸都快抽筋了。我这儿，您能不能唱了？到底？其实吧，我今儿想歇一会儿。他就会耍我，您看见了吗？那您到底能不能唱？能，那您能唱就好好的唱一个。那观众朋友们，我有点紧张，给我点掌声鼓励一下呗。他干得真不赖，一把大火把曹操打败，你说他厉害不厉害？吃苦肉接连环，请你不要生气，你的家在哪里？我会送你回去。起东风接凋零，请你不要伤心，我会用我的火温暖你的心灵。哦，不要伤心，哦，不要生气，在小孩子之中，终于他输第一。谢谢。好。是下一位的精彩表演。谢。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个玉彤上台之前哭过一回哈，因为压力太大，紧张哈。是因为第一次接触相声这一门，然后又特别担心自己会拖老师的后腿，所以就充满了紧张。没关系，你觉得第一次说相声感觉怎么样？我觉得今天就是多亏了底下的观众给我的掌声，没有他们，我就今天没法站在这里。先在这儿谢谢大家了。这个酒海，你是很少捧哏吧？是。你觉得捧哏的感觉怎么样？尤其是给一个
美女捧哏，我觉得非常的好。她是一个很敬业的一个女孩子，为了这次这个节目这一下午急的都急哭了，她非常想把这个节目很完整的展示给大家，非常的努力。谢谢老师客套的表扬，谢谢老师。你说这小姑娘能感觉到她喜欢舞台，舞台上的她很有张力，然后说相声略显青涩，但是没关系，后面的路还很长，挺好。接下来呢，这段我还是挺紧张的。接下来这两个人要出场的这两个人，我比较紧张。一个叫张大的，我不紧张啊，已经习惯了。这个给张大的捧哏那个是我徒弟，叫尚小菊，大家好，我是你们熟悉的老朋友主持人。你要找一个，你要找这个位置，我站这儿。这是凳子呢？这是你的位置。我不用站的灯。我是捧哏啊。捧哏站凳子上。好家伙，你给我抢过来。好家伙呀！来。真心的讲，我之前是没有怎么听过相声的，逗哏和捧哏怎么站，具体做什么我都不是那么清楚。学歌曲。为你算是为你吧，为你写的这么一个比较新，很多东西我们在台上都没有用过。嗯。哗啦啦的天上飞老人，我在东北眺望北京。为什么要学歌曲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大大老师站在舞台上喜欢唱歌啊，自己号称自己也发过单曲，但是写完了以后，我们对词儿的过程中发现他可能是个骗子。啊，还能出单曲。说实话，每首都挺难的。就是你们会觉得相声里的歌曲，我们门外汉觉得都还挺简单，都是自己唱过的歌。但你真的用到包袱上，万一他需要你好好唱，你又唱不准；要你歪唱，你又唱不会，那就……当时拿到学歌曲的时候，以为很简单。开始学歌词，学一句一式的时候，你才知道，哎，不太对劲，怎么找不到感觉？哪有这么容易啊？都是错觉。上台还有4个小时的时间啊，很快，半个小时一首，半个月吧，半个月不用啊。你们要我们速成，我就卯着劲想着这下午把至少别人专门我定制的这个本子给学好了，就既紧张又兴奋。谢谢你的本子啊，真的给了我很多的力量。这个本子真的有一种欲望，想要上台，敢于展现自己了。可能也是欢乐喜剧人节目从一个阶段到另外一个阶段给我带来的收获和成长。各位好，我是你们熟悉的老朋友，也可能是新朋友，主持人张大大。各位好，谢谢各位的掌声。大家好，我是德云社著名的相声演员岳云鹏。什么的徒弟尚小菊，谢谢。我不演了。啊，你怎么不演了？岳云鹏不来，我走了。什么什么意思呀？我非要岳云鹏不可。就我这个咖位配你已经很富裕了。那不可能，必须得岳云鹏。就是他不来不行。嗯，不行。你不要撒娇，你撒娇的样子挺恶心的，你知道吗？去把他找来。那就让他亲自来。好，我去请他。你能把他请来？哎呦，太简单，一眨眼的功夫。等一下，一眨眼的功夫？你眨眼。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我的妈呀，像不像啊？再唱点，这不就来了吗？我仿佛看到岳云鹏又活过来了。哎，我是不是压根就没死啊？哎，不是这意思，我意思是像不像？像。谢谢，那毕竟是我师父嘛。是啊，亲生的徒弟嘛。没，徒弟没有亲生的啊，徒弟没有亲生的。我的意思是，如果你非要跟着我演，我就勉强啊带着你。啊，行吧。其实我跟这个张大大老师啊，在一起合作，心里还是挺开心的。哎，我又何尝不是呢？我也替你感到高兴。您是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是吧？人情世故是什么呀？啊，跟你还用得着讲人情世故？啊，是。哼，你跟我确实不用讲人情世故。哎，但你这个地盘叫德云社，你想想我的师父岳云鹏，我的师爷郭德纲。我们德云社对不起，400多，对不起，你好快呀，你好快呀，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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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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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哎呦，你这变化还是挺快的，你要愿意混啊，以后到我的地盘，跟着我混，好，是，好吧，跟我拎包，哎，行，
给我提鞋。好啊，给我洗袜子。哎，不是，不是，不是，你耍大牌呢？你什么玩意儿？耍大牌？我耍大牌还耍得过您呢？你意思啊？你意思是耍大牌，人家是原型喽？哎呦，你千万不要骄傲哦！好家伙，你满身还骄傲上了，没必要啊！我是想跟您说啊，这个能力跟热度不是一回事儿。什么意思？你别看我这个热度不行，但是我的能力更差，更差干嘛呀？更强了。更强，太对了。我不觉得，哎，你这德云社我看过很多传统的节目，是这流行的你真的都会吗？你听过吗？啊，流行的我们听的也不少啊。嗯，我这个作为新晋的亚洲华语乐坛的流行小天王，我的歌曲的储备量可谓是无所不知。我唱一首歌从头唱到尾你都不知道叫什么歌名。那你唱我们猜好不好？好啊，第一首歌，嗯，好，大伙一块猜猜啊。好。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我猜到了，这里的表演很精彩，千万不要对我们不理不睬。寂寞男孩的，你回来，回来，就是舔着脸还出去跟人互动呢？怎么，这歌名你说呀？你这歌老掉牙了。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呀？不是，你怎么知道啊？你废话，第一句你都唱出来了。啊，我唱出来了。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没事没事，小意外，小意外，小意外啊！我以为你要走调了呢。怎么会呢？哦，那你再换一首吧，再换一首。再换一首啊！来，我来个深情的。深情的。为你我受冷风吹。又唱出来了。寂寞时候掉眼泪。停！如果你爱我，如果你想。不嘟，我还拦不住你了，我。你什么歌名啊？你唱着“为你我受冷风吹”嘛。我又唱出来了。你等会儿，你这个病情多长时间了？你挣这么多钱要看的好不好？要看的。下面一首歌。你干什么？干什么？好家伙，你还要贿赂我啊？你直接来，直接来。这首吧。好，增加点难度啊。啊。打起手鼓唱起歌，打起手鼓唱，不用互动，没有互动的环节啊，就这种演员不需要互动啊。不，换一首，换一首，互动。打起手鼓唱起歌，换一首。再回首，再回首，全部第一个就是歌词，没什么难。再回首，阿林，有没有新鲜的？有没有我猜不上来的？你来，你直接猜，来吧，来吧。我来个厉害的啊！来，我。瓦楞楞的天上飞老了，我在东北眺望北京，侧耳倾听是母亲的声音，喊我穿上秋裤不怕冷。瓦楞楞，你这老楞要冻成这样就不要飞了，你这样容易摔死，知道吗？你别废话，这歌叫什么？这首。翱翔的老愣吗？这不就是、我还老愣的老愣呢。那您说叫什么吧？老愣的一天。行，别猜了，我刚才也是蒙住了。这是站在草原望北京吗？啊，是不是乌兰图雅唱的？是不是？你怎么了？你有没有新鲜的？我有个厉害的。还有厉害的？年轻人都听过。都听过，那你来，那你唱，我们听一听。我饮过风，咽过沙，我十字路口查酒驾，我披甲白喝三杯，我骑着自行车不害怕，我上脚摔，双手砸，哎呀妈呀，摔了一个大马趴。什么歌？这我都不想猜，我都不想搭理你，你能看得出来吗？这要是原词叫浪子闲话，哎，就刚才你那个状态唱叫酒蒙的张大大，你知道吗？你这都什么呀？你这，你来点好的行不行？你要我动真格的是吧？不是动真格的，你来点我。不是，你要我在郭老师面前动真格的是吧？什么意思？丢人了？我送上一首原创歌曲。你还有原创歌曲？刚刚即兴创作的，第一次演唱。我从来没有展现过。从来没有唱过，希望大家掌声鼓励一下。好。那我们听一听吧。桃叶儿尖上尖，柳叶是遮满了天，在其位的那个明阿公
细听我来言。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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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唱这个，你是忘了你旁边站的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了吗？不，你这是怎么？这是我师爷，知道吗？多少年前就是我师爷唱的，我师父唱的也棒，也好听，也好听，是不是？你上来总共没唱几首歌，好吗？第一句全是歌词，后面那跑调了，你能听出来吗？你哪句在调上？你厉害，你唱。我唱你就没听过，我绝对听过。我要是没听过的话，我一辈子在德云社扫厕所。你扫厕所我们都不用你，你知道吗？你唱节奏感。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子弹在我心头上了膛，请告诉我今后怎么扛啊，遍体鳞伤还下了原谅。什么歌？不知道，不知道，告诉你记住了。你说，你的酒馆对大花轿打了烊。去你的吧！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大大，第一次说相声吗？第一次，感觉怎么样？嗓子声音越跑越高，嗓子都哑了。越跑越高。嗯。我看刚才在台上一直在跑调，是故意的吗？还是一直有跑调吗？你再唱两句，那个飞老鹰来。飞老鹰，哎，对，你来一下这个。对，哇蓝蓝的天空飞老鹰，我在东北眺望北京，用心倾听是母亲的声音，韩国穿上秋裤不会冷。嘿，你觉得跑没跑这段？这个真跑了吗？好了，不重要了，不重要了啊！哥，你觉得他俩咋样？我觉得他俩啊，我觉得张大今天还可以，问我师傅吧，我师傅说两句。这个组合还不错，那个张大的表现还可以，是吧？他没说过相声，但是很多地方呢，有些个节奏啊、状态还是对的，只不过就是没有时间。你比如说给他好好的规制规制，还是瞧得过去的啊。这已经是规制过的，我给他规制了。谢郭老师，谢郭老师。说实话，舞台上郭老师的评价，包括观众那么的捧场，我还是认为大多数都是给我的搭档小菊的，但可能也有给我的一些掌声，太珍贵了。那我也跟着你沾光了。没有没有，我觉得是我们俩双赢。开心开心，这个真的增强了我在这个节目里的信心，是真的。我突然真的喜欢上欢乐喜剧人的舞台，找到了开心的感觉了。我们该请下一对演员了，一个是被演戏耽误的喜剧演员，一个是我们单位的捧哏巨匠，有请熊梓淇、朱鹤松。加油加油加油，可以的，可以的，奥利给！来，其实挺紧张，但是跟朱老师在一块儿还挺开心。其实我也很紧张，我师傅坐在那里，对，有点像考试。哎，整好了这是助演来，整不好这就是结业考试了。相声这个艺术呢，基本功非常重要，然后全都是一些语言方面的东西。这个要是你话说不好，你没有用别的方法来弥补了。你看平时我这三五好友，我们围坐一团儿，吟诗那叫啥呢？吟诗横批，横批是什么来着？马上快要上场了，千万不能演砸，不能忘词儿，加油！师傅，我上班去了。哎，好嘞。打起这个竹本走上台，见到这个朋友们笑开怀，深鞠一躬敬个礼，我祝朋友们身体健康好运来，咱们人人全都发大财。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走上这个欢乐喜剧人的舞台呀，我太开心了，
这是第七季了，来到这个舞台上啊，展示相声，说相声。我清晨来到喜剧人，睡眼正迷蒙，忽然间想起郭老师叫我来这儿说相声。我打电话给朱老师，就来这儿排练喽。谁知道我一到了这儿，我啥也不记得。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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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哎，可以的。停！子琪呀，不要再抖楞了，再抖楞就掉毛了。我这哪儿掉毛啊，我呀？这观众朋友们都知道您熊子琪艺能人啊。谢谢。能唱能跳是不是？能。但是在这个舞台上不适合呀。你看我长成这样，我像说相声的吗？那他这话说的倒是对，像我们哥俩这种偶像的状态呀，说相声的确实比较吃亏，是不是？这是我们相声独特的表扬人的方式。哎呦，都得长成岳云鹏老师那样，他才适合说相声，是不是？你离我远点，你怕你蹭我流量。你把嘴里那个话你再说一遍。怕你蹭我那点小流量。你倒是提醒我了，我也得离你远点。这德云社自带热度，自带流量，我怕你蹭我们热度。啊，那要这么说的话呀，咱们相声演员呢？哎，这放你放别咱，我德云社相声演员。好呀，哎。那你看这个，我这大褂都穿上了，我今天来这儿就是说相声的。哦，专门做身大褂就为了说相声。哎，咱还别聊相声啊，咱们中国这传统文化您都了解吗？这传统我不太了解啊，但我还挺有文化的，平时我就爱看书。哦，您还喜欢看书呢？看不出来啊。这能看出来？这没看出来。这平时我这三五好友围在一块儿，我就爱吟诗作对，我逮谁跟谁作对。你还得谁跟谁作对？嗯，没少挨打吧？作对联儿啊，就写对联儿嘛，这不叫什么能耐。像我们门口卖对联的，10块钱四幅，外带三双全棉袜子。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是360行，行行都能写。哦，360行，行行都能写。哎，看见什么写什么。对了，您就这么大能耐。嗯，您这有点说大话了。你说一个，我可不搂着，我要随便说了。嗯，今天早晨我出去遛弯的时候啊，我看见这么一个摊煎饼的，你给这煎饼写一幅。我写煎饼上，那不都吃了吗？你别写煎饼上啊，您这词儿要写得好，我让那摊煎饼的闻胳膊事儿。听好了啊，听您这上联，撑圆面稀刮开大，这什么意思呀？这是摊煎饼那撑是圆的吧？嗯，面是稀的，你拿那一刮，哎，一个大圆煎饼就出来了。哦，撑圆面稀刮开大。下联，葱多酱少卷上长，这什么意思呀？多放点葱花提味儿，少刷点酱怕太咸。你把那油条往上一卷，哎，它就长了。长短的长，葱多酱少卷上长。对，您这横批是？横批好啊，越吃越短。哎，废话，那可不越吃越短吗？那再吃还咬手呢，还。那什么东西不都越吃越短，就没有那越吃越长的？还真有越吃越长的。什么越吃越长？那你还不了解吗？我上哪什么越吃越长啊？贪吃蛇呀，贪吃蛇，小游戏小 game，越吃越长，你吃到最后吃不了了，它就完了。哎，还真是贪吃蛇，它会越吃越长。嗯，您这对子写的有点趣味性，趣味。你能不能给我们家写一幅啊？没问题，可以吗？可以。听您这上联，向前一小步。下联。文明一大步，回去唱歌去，快去，赶紧唱歌去，去，赶紧找你的男团去唱歌吧。还没写完呢，这什么呀？您这那是开玩笑？我住什么地方？这是？嗯，我再来一个，你给我写一点好的。行，听你这上联，是来也匆匆。
下联，去也匆匆，横批书香门第，太棒了，比刚才那还过分了。这就是您的文采。对了，往后还是这种状态。是的，这样啊，你看今天来了这么多热情的观众，你给观众们写一幅行吗？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当然行了。来，听您这上联，听好了啊。哎，请诸君到你家消遣娱乐。那上我们家是消遣娱乐去了吗？那上我们家那是痛快去了，那是。请诸君到此处消遣娱乐。此处消遣。下联，下联好呀，听我们说相声，长笑开怀。横批，横批是多福多寿，多福多寿啊！这么有限的时间，上午配完对，下午排练，晚上就演的话，这种状态可以，这真的不错了，真厉害！这怎么这么好啊？我怕挨揍啊！我，他也怕挨打。行，有点意思。您这文采，给你自己写一幅。给我自己那是张口就来。给您这状态来一幅。来一个啊！上联。押韵冠军万人迷，下联铁岭名嘴熊梓淇呀，太棒了！怎么样？我给你补一个横批，哎，臭不要脸，还挺合适，是很合适的。夸自己都夸出花来了，您词儿不错。我跟您说一个好事啊，这过些日子我结婚。哎呦，结婚那是喜事儿啊！喜事儿，我好事儿 啊！我想求您一副对联呀、啊，我贴到我们家门框上去。哎呦，那我包您满意。哎，您给我写点好词儿啊！我写一个好的来。听您这上联，上联是众宾贺喜喜满门。哎，这是咱人缘啊。下联，新娘携子两三人。这怎么还带着孩子来的呀？横批好啊，横批是别往心里去。我去你的吧。好啊。其实演下来特别好，超出我心中的预期。譬如说让我做对子的时候要有一些思考啊，有停顿，就他们说叫张弛有度嘛，我觉得努力做到。谢谢，再次鼓励一下两位，好吧？谢谢。你觉得在刘老根大舞台和在德云社演有啥区别？因为在刘老根可能那是我的家乡。对，然后到了这儿还挺害怕的，主要是感觉像考试，老师在那儿坐着。哪个让你更紧张？这个让我更紧张。是吗？没关系，后边会更紧张的啊。这样吧，你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你给咱这个节目整一个对联。可以啊，我来一个啊。听你这上联，笑口常开就看喜剧人。下联，资金周转就找杜小满。横批，小满是福。我的天哪，现在这个植入广告已经不择手段了吗？我想起来我们欢乐喜剧人的那句名言啊，认真我们是搞笑的。挺好，不错，值得表扬，谢谢老师。接下来这组合比较特殊，有一位大家没怎么在大舞台上见过的演员，他是拍短视频的，原来跟我是同行，然后现在呢走到这个舞台上了，他也非常的紧张。对，还有一位是我们单位的，叫靳鹤兰和纯情阿伟。好嘞，加油！我一定能跟我大的握握手。我必须得给你送出去。加油，加油，姐！好了，回去，回去啊！别给我们送走。哦哟，紧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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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一个新的挑战。在德云社这个是一个相声的舞台，理解这个活其实特别难，心里有些没底嘛。因为我没接触过相声，看过吗？没什么底，就是以前的概念里只有俩字，就是相声。上次其实就是小品嘛，但是这一次确实是正规的相声，难度其实挺大的。人女
孩子疯了加他微信，还是谁给他的自信，谁给他的勇气？你看那个捧哏演员，你只要说出来我一定会给你留口，你只要把话说出来我绝对会停下来，我等你说话。就是上来还要自信，还要面带微笑。在那个刘老根大舞台拿了两个倒数第一，这次我争取往前爬一名。谢谢大家伙的掌声鼓励，谢谢您各位啊，感谢您。说实在话，很开心能够站在这个欢乐喜剧人的舞台当中啊。我也特别高兴能够站在这个舞台，真是希望尽自己最大的能力给您各位好朋友们带去欢乐。对，我们哥俩使使劲儿。简单的说两句，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我的名字叫做靳鹤兰。咱要说我的话呢，说心里话不值一提。您谦虚，得给您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身边这位老师。到我了。不值一提。拿我们这个相声来说呢，就提一提没有必要。相声呢就是两个人。哥提一提。不用了啊，两个人的表演。动吗？提不动，那就别提了。好，不提了啊。你别不提了，你得介绍介绍我呀。您还用要介绍吗？谁不认识您呢？哎，多有名气呀！您过奖了。网红，网红来说呢，也是现在。网红像话吗？你自己说，我也是自己介绍的呀。他刚才呀，介绍有点不透彻。嗯，我呀，平常。网红，对，这不还是网红吗？但是您是知名网红。您客气，您客气。而且我在网上呀也看过您不少视频。谢谢您。看完视频，我说心里话，我有一个不成熟的小建议，我不知当讲不当讲。那您给讲讲呗。我觉得您啊，还有提高的空间。对呀，这不来欢乐喜剧人了吗？不是，来欢乐喜剧人不是重点，重点你是怎么在个欢乐喜剧人这个舞台当中发光发亮、啊、怎么能够越走越远越来越好。那您给我指指道。很简单，三个字儿：说真话。说真话。对，一定要说你的心里话，不能欺骗大家。我说真话就能火，就学习这种状态呀。我教给你，你看咱们刚才上台的时候是不是说了这么一句话，很高兴能够站在欢乐喜剧人这个舞台当中，希望尽自己最大的能力给观众朋友们带去欢乐。对呀、啊、你觉得这句话真实吗？不真实，我觉得是场面话。对，你为什么不说你内心话呢？那不合适。这有什么不合适的？说出来，说真话就能火。大大方方的说，说出来你就火了。不认识我，我网红。嗯，我想挣钱，想出名。还有就是啥呢？我搁这站着吧，其实我都有点困了。你们要觉得没意思吧，你们就回家吧，票肯定不可能给你们退。哥，我是不是有点说多了？那不，你不是说多了，你是疯了。这说的是什么呀？这是什么思想啊？这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想的吗？谁这么想的呀？至少我就不是这么想的。你咋想的？观众朋友们，我终于站在了欢乐喜剧人的舞台上了。感谢欢乐喜剧人能给我一个这么大的舞台，感谢我的师父郭德纲老师能给我这次机会，感谢观众朋友们对我的喜爱与支持，谢谢你们，我爱你们。
哎呀，漂亮！其实哥，我还有个真实的想法，说，我想掐死你。哎，这干嘛呀？那你是这么说的吗？这就是我最真实的想法啊。好，你要是这么想的话，嗯，他刚才说的呢，其实也是我的想法。对，那你说那套是谁呀？熊梓淇想的，偷摸告诉我。不要，你看你，还 Q 你了。你有这种想法，我能理解。哦，原因不赖你。那赖谁呀？观众。那观众一是父母呢，不行。演员在舞台上表演，热情与不热情跟观众是挂钩的。不是，哥，关键他喜不喜欢我，我也不知道啊。你自己琢磨呀。我懂了。那个老妹儿，咱俩呢加个微信，刚才因为我盯你半天了，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反正你把微信告诉我。你回来，人家不加你微信。那不加微信咱俩说啥呀？就喝，回去喝点去吧。这别喝了呀，你问人家那是没有答案的。哦，自己去观察。如果说喜欢你，从一上台先报以热烈的掌声，然后呢说出的话也特别的好听。都什么话？你比方给他学学啊，比如咱俩一上台了，哦，哎呦，那个朋友们特别的热情，一看见咱们了，哎，哎妹妹，哎妹妹，别怎么了姐姐？别玩手机了，哦，别玩手机了，你看看这俩，我等了一晚上了，我就等他们俩出来了。哟，姐姐，嗯，我也喜欢他们俩，是吗？哦，这两个人啊，虽然说突然间临时搭档，你看见，但是两人合作感觉特别的默契，天生一对儿。那可不嘛，你看那个逗哏的演员，哎呦，他是一个特别好的相声演员呢。哎呦，而且一个相声演员怎么能够长得这么的帅气呢？啊，姐姐，啊，你看那个捧哏的演员怎么了？你看他虽然说胖 啊，你看那个小月牙眼，一笑还挺温暖。哎呦，我也看见了。你看那个逗哏的演员，那个眼睛多大呀？哎呦，两个眼睛怎么能够这么亮呢？就像夜空中最亮的那颗星。哎呦，哎呦，你看那个逗哏演员，他又看那个捧哏演员了，他就，啊，我都不好意思了。不错不错不错。虽然说以上的表演特别的真实，这真实吗？啊，是有夸张的成分。这个都是夸张的成分。但是观众朋友喜欢咱们，不会吝惜这些美丽的词汇。那是，爹妈对咱们好。哎，但是反过来，要不喜欢咱们那就完了。那不喜欢还怎么着？没有好听的话。哦。首先来说，他就不听了。不仅他不听，他还不让身边的人听，他还搅和别人。对，咱俩一上台，你再看这俩人，胳膊往这一搭，哼，妹妹，怎么了，姐姐？那手机都可以拿起来了。嗯，没事啊，要不上个厕所歇会儿去？我也烦他们俩。哎呦，就这俩人，整场节目就数这俩人最没有意思了。讨人厌，那形象搭配吗？那俩人那个模样，你就说那个逗哏的，那个逗哏的怎么了，姐姐？我先不说那个逗哏的。好，你看那个捧哏演员，那捧哏的怎么了，姐姐？长得个什么模样啊？腰粗腿短，大屁股圆脸，长得就这么一副不怕开水烫的样子呢。呵，姐姐，你看那个逗哏的演员怎么呢？啊，你看他啊，瘦得像条细狗似的，以为谁拴台上等骨头呢，在那儿。啊，你看那个捧哏演员，哎呦，我觉得这就是肉联厂出来的呀。哟，姐姐，你看那个逗哏的演员，逗哏怎么了？啊，你看那板牙啊，抠一副麻将还毁四副军旗。老天，你看那个捧哏演员往那一站，他会说话吗？还说相声的嘴都不利索。姐姐，你看那个逗哏的演员啊，他就像我嗑瓜子嗑出了个臭虫。呸，我就没见过这样的人。你看那
一个捧人演员，哎呀，还这个妹妹加个微信吧，妹妹加个微信，人家小姑娘疯了，加她微信，谁给你的自信，谁给你的勇气呀？你看那个捧人演员，这是天晴了雨停了，他又觉得他行了呀。哎呦，我说我看见他就一个感觉，哇，我的心好塞呀。别说了你。老师好。哎呦，您客气客气客气，感觉咋样？紧张，还行。你觉得他咋样？我觉得特别棒。没有没有，客气。我听说那个阿伟之前报名过德云社。对，我2015年报的肖子科，因为家里边有点事儿没来了。那聋子科有兴趣吗？有兴趣，非常有兴趣。郭老师有兴趣吗？你看这身材像龙吗？肥龙啊！但我觉得他这个身材挺有那个捧哏的那个发展潜质。哦，按身材来说呀，是吧呢？啊，你愿意来吗？愿意来。那你得在这个舞台上有好的表现。好。啊，这个他们俩刚才这还挺好啊。谢谢。首先说他的形象真是占便宜，摆在那儿就像。啊，至于说尺寸尽头，那得慢慢来，这个不容易啊。还挺好，努力吧啊！谢谢师傅，谢谢师傅。其实我觉得阿伟不挺好，好在哪儿呢？是内涵上看的是，他整个人是在这段相声情景之内。还行还行，咱俩还没乱没乱。我觉得我今天这个状态要比我前两期要好，所以我对我自己今天还是比较满意的。我觉得我能上这个舞台，我已经能对得起我自己了。你看这一身大褂在我身上穿着起来特别合适吗？我现在这个感觉就跟熊梓淇老师上一期在《二人转》的那感觉是一样的，感觉到家了。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这场来自德云社这个演员呢，是我们今年年初特别红的一个演员，是谁记得吗？三哥孔云龙啊，是一个炸弹版的八马褂啊，孔云龙。今天还有一位叫范甜甜，给我们带来一段精彩的相声，掌声有请。最后一个确实压力有点大，因为媒体所以慌，3个小时能背出一个什么花样来？动作大一点好，还是我们啊撑着点、小着点、悠着点好？这就是令到我非常紧张和恐慌的一个点。相声这里边就是有技巧，有表演，有吐字，还有这个音重音轻，这个就是看节上都有讲究，是吧？对。云龙兄也特别耐心的教我，连哪个气口都在耐心的教。我觉得如果他觉得行的话，我也愿意挑战挑战。伸头一刀，缩头一刀嘛，既然来了，我觉得希望自己不枉此行。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大家晚上好，初次来到德云社啊，就没有想到来说相声，我的内心是非常的忐忑。哎呀，这个口齿真清楚。对，真是说相声的天才呀，这是。我现在是紧张。没有必要紧张。非常的躁郁。不是我说什么，我觉得第七季《欢乐喜剧人》真的不要再搞了。哎，这话怎么说呀？没有任何意义，非让我们这些欢乐人说相声。说的有道理，谁会说相声了？哎呀，都是给大家伙送去快乐嘛，这有什么不好的呀？你下半辈子我都快乐不起来了。为什么？不是我说什么，你们都不知道啊。刚才下去之后，李一桐去接氧气去了，气喘不过来了。哎，熊梓淇半瓶速效救心丸，嗑掉半瓶。哎，不要这样说人家，你知道吧？也没有必要紧张。我气都喘不过来了。你看看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么热情这么好，大家伙鼓励鼓励好不好？不要紧张。看在座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多好啊。好点了，现在好点了。这样吧，咱们放松一下。好，玩一个小游戏。文字游戏，考一考你学问怎么样？一起玩一玩好不好？行，来吧，我都来了，挑战自己，来一回。哎，我出的题目啊，咱们来一回成语接龙。哦，成语接龙怎么玩啊？对了，就是字头咬字尾呀。字头咬字尾。我说一个吉祥的成语。好，叫恭喜发财。恭喜发财，这个寓意很好。哎，预祝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身体健康，大发财源。
就这意思，好不好？好。哎，咱们就以这个为题吧。哎，恭喜发财，从财字往下接，然后再绕到恭喜发财。哎呀，好好好，没问题。来，恭喜发财，财，财，财源茂盛。朋友们，好词啊，财源茂盛，多好啊！盛，盛况空前。嘿，观众朋友们多热情啊！盛况空前，钱，前程似锦。哎呦，这词儿更好了。前程似锦，锦，锦上添花，花，花，花容月貌不？花好月圆。哎，这词儿好，花好月圆，圆圆圆满满，满心欢喜，喜气洋洋，扬鞭策马，马到成功，恭喜发财。好。全部都是吉祥话，还都说上来了，不容易。而且啊，还是即兴发挥。哎呀，不容易啊！朋友们，您别信这个啊，您听得出来这是即兴发挥吗？这都是提前背好的词儿，都背了三年多了都。哎，就半天背了三小时。这样吧，让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提字。你要是能绕到恭喜发财这个上面来，那算你有能耐。咱们又对过，对不对？观众朋友们也都知道，是不是？这叫能耐。我好不好？这不叫害你呢！哦，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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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显出能耐的时候嘛，文化人，对不对？让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提字，可以踊跃提字啊，哪个什么字都可以，最好是那个《康熙字典》上都没有的那个，边边角角的那为最好，观众朋友就可以提，朋友们随便说。龙，哎，龙龙，喜剧人的喜，喜剧人的喜，洗洗睡吧。这能算吗？这个四个字都可以算的呀！啊，行行行，让着对吧？我们这种我欢乐人是吧？那宽容了，行，宽容一点、啊。洗洗睡吧，八，八方支援。哎，这词儿好，八方有难啊，八方支援嘛，正能量是吧？源，源源不断。断章取义。哎，这个好，异，异口同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势浩大，至于吗？这么骄傲吗？一声势不是后面那个词我可喜欢了，大红大紫。哎，这对每个艺人都盼着自己大红大紫。对，哎，紫气东来，漂亮，好，这词儿好。紫气东来，来来来者容易，来者是客，客随主便，好嘴，变变化万千，千，千，千奇百怪，千辛万苦，哎呦，苦苦尽甘来，苦尽甘来，来就是来了，没事，不怕啊，来来来来来，不用紧张，来者不拒，拒，拒人千里。礼礼尚往来，哎，又是来，来，还是来，来了就走不了了，来是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者不善，善，这跟没说一样啊！这个朋友们，来来，我就不信了，弟弟，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了，老弟，地上天宫，恭喜发财！您呢，之前是一个辩手，对吧？对。然后后来呢，又去演戏，为什么又来说相声呢？这让我们说相声费解。匪夷所思，我觉得，哎呀，我怎么想都想都想不明白，这为什么呢？我都是因为你呀、啊，因为我。哦，首先弟，你不要想歪了，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啊，我没有想，我没想，什么也没想。首先第一点，我的终极目标是要成为一名影后。
我是非常认真的。是的，是的。啊，这句话喊了八年，至今没有成功。但是我在喜剧人上看到小岳岳出来了，这个舞台我一定能出来。有希望，有梦想，我觉得一定会实现的，好吗？不会吗？雪晴有什么想问的吗？郭老师，你觉得怎么样？问得好。这个范大姐呢，在其他节目也遇见过，但是没想到她能说相声啊。这个今天让孔云龙跟你搭档，就可见我们的良苦用心。这是我们云字科的徒弟，嗯，啊，让他跟你一块儿能够把握着方向。哎，那恭喜发财，这是一个看演员文化水平的一个作品，总的来说这还算不错。谢谢，还要再次谢谢我的搭档孔云龙老师，非常感谢。接下来的时间有请我们其他的演员上台。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演出到此就。你师傅不请我来。哎，我师傅。我师傅还要请过来吗？不用过去，没地儿站，我就这儿挺好的啊。对呀，对呀，结束了。我也看着他们很高兴啊，每个人都很紧张。其实这种紧张不是害怕。是对这个舞台的一种敬畏，嗯啊，慢慢来，一回生两回熟，各位欢乐人继续努力，期待你们成功。OK， 今天的演出到此就结束了，谢谢大家。首先，我觉得大家都很认真，而且我觉得就是今天那么短的时间，大家作品的完成度都很高。我们这种门外汉，也是代替大家能够体会一把这个相声的魅力。和在刘晓庚大舞台的感觉是一样，都是陌生的场地，陌生的观众，完全陌生的艺术形式，真的就是别人讲的台上几分钟，台下十几年功，所以佩服这些相声演员。上微博参与2021坐着欢乐人大挑战，分享你的欢乐瞬间，就有机会登上节目正片。各位都辛苦了啊，这个万事开头难，尤其做艺人一上来从事一个陌生的行业，表演一个不一样的形式，所以说其实是很难为你们大家的啊，这我们都理解，只是希望你们越来越好。在你们刚才演出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也没闲着，我一直在给你们打分了。哦，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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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分数里面获得第六名，也就是最后一名的是我们可爱的小朋友李一桐。谢谢谢谢谢谢。这个结果是在我的意料之内的，我觉得我就是按我的努力去演了，但是大家没有觉得好笑，就是我缺乏喜感的原因。我们今天第一名张大的。好好，说我是第一名的时候，我是懵了。这个分数出来之后，会不会有特别爱你的粉丝到网上来骂我？嗯，哎，这是什么态度？没有粉丝，没有粉丝，您放心吧。前几天你们在刘老根大舞台演出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退票的玩法？嗯，这个在德云社的演出，我们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惯例，是从来不退票的啊。之前好多，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为了你们啊，咱们特别来开个先例吧，咱们把这个退票的考核制度也纳入到这里来。哦，谢谢。我真的觉得咱们节目太厉害，杀人诛心，你们这个节目。下一期的表现是非常的关键，《欢乐喜剧人》第七季第一个接近淘汰的选手到底是谁？我退钱。嗯，我觉得没有办法，我不知道怎么办。今天我们设置了退票的环节。还。又欢乐喜剧人怎么这么好看？怎么感谢以下媒体支持：新浪娱乐、网易娱乐、腾讯娱乐、搜狐视频、环球网娱乐。一点资讯，环球娱乐资讯。行，我就看着他们省地方跑一个。